竹狮，竹狮蛮代表性的一个小型的演出，那一样借大家的掌声哦，欢迎那个新五星古典室内乐团跟陈欣怡老师。市长，还有我们的郑医师，还有我们的杨主委，好，还有各位先进前辈们，大家好。刚刚声响起来说要爆料，我不是要爆料，我是要说感谢。刚刚欣儿有提到这个竹狮，竹狮当初如果没有郑医师的这样的文本还有客委会的帮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从一个高雄出发完成这个台北、台中还有高雄。那当时候那时候市长当委员的时候也常常来鼓励的，特别推我们一把，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面真的是新古典的贵人。那我们也很争气的在国内在国外让大家看到有一群人在做运动，在做运动的情形郑医师给我，他说心里要用文化去做运动。我因为郑医师是看我从小长大，从小长大，那我常常听我妈妈说因准金寿的门，我就很生动，金寿的门铁门拖来的出去做运动，这我常常听我妈妈说的。所以我是要说郑医师的我也有坚持，其实影响很多人，包括我们这一辈，那到我们现在乐团很多的年轻人，我们也一直在希望把这样的坚持继续做下去。那身为一个音乐人，我们看到魏武营，我想这个公园的一个成立绝对有很重要的影响。那我常常讲这是一个坚持下的捍卫，带给高雄是永恒的幸福，因为如果这样坚持，我想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说到郑医师的诗，他一定要说心仪你这个竹狮，竹狮不是让大家刚刚怎样说我会写那冰棒球的那种社会运动的那个文笔，而是郑医师有很多很美的情诗。所以我们知道说郑医师叫你 romantic 所以待会两首歌是由他的夫人黄翠茂女士来演唱。那这个呢也是叶和在描写这个客家女人，除了我们常常知道劳动美以外，她其实有很多很细腻很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表述。所以待会这首叶和鸭哈会由曾太太来唱，然后还有第二首的田舍林岸，刚刚阿姨再念一次给我听，我现在又有一点忘记了，不好意思念，怕念不标准。所以两首非常可爱的客家诗，然后第三首曾贵海医师不只是客语啦，华语的诗也写得很好，第三首由乐团演奏你深情的拥抱夜晚的海峡。所以这个三首都是曾医师的作品，我们连续把它走完，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诗歌里面看到我们来自土地的一个精神。谢谢。